正常发育。考虑是怎样？没有给你教练讲吗？我们三个很正常，我们今天好，你们三个很正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再跟你请教一次。那你做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等啥了？你这一下最小关系。好，这一注意这一题。好，来。
完了。哈哈哈哈哈。